我是歌手周深。逐梦苍穹三十年，筑梦太空新高度，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揽月九天，逐梦苍穹，星空浩瀚无比，载人航天三十年，筑梦太空新高度，点点星光汇聚尘海，让我们全民助力一起摘星聚，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航天事业新征程，让我们一起摘星去，一起感受中国航天的中国式浪漫吧，让我们一起摘星去致敬中国航天梦，一起摘星去，让我们致敬中国航天。近日男歌手的好听关联度全网热度榜单出炉，微热点研究院以歌手名字加歌曲加好听的方式对近期十位男歌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22年以来周深以 34.73 的高分获得第一名，恭喜周深实至名归。微热点研究院还对周深2022年以来演唱的影视剧 OST 进行数据对比，结果显示征途、回到你身边、念归去成为最受网友关注的曲目。在人们印象中，周深唱了许多的 OST 歌，甚至占比一半以上，出圈的非常多，基本唱一首出圈一首。藏男孩的蜕变，每首歌的处理他都是花了心思的，倾注心血去研究如何给一首歌增色，用最合适的方式去展现一首歌的特色。周深好听不仅是天赋的天然好音色，背后也有科学的唱法和技术技巧支撑的。他的歌声风格多变，可豪迈可柔情，就比如这首请带着浪漫远航。舒缓的节奏，散文诗一般的歌词，温暖鼓舞人心，却没有激昂澎湃的旋律和让人为之一振的高音，所以它应该不算是一首第一眼美女的歌，但却是一首越听越爱越听越喜欢的歌。周深唱出了内心难以言喻的迷茫和不踏实，更是带来了无畏无惧的力量和感动，还有对梦想最积极的回应，特别合适想要换一个情绪的时候安静的听。周深的歌声很是神奇，不紧不慢的缓缓到来，
犹如长者的谆谆劝诫和语重心长的关心，而那清澈的少年音又充满着天真幻想，意气风发和振奋激昂。也许这也是很多人钟情于周深歌声的原因吧。此外，跑男特别季距离上次录制似乎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今年节目名改为幸福季，颇有点江山美如画的即视感。众所周知，跑男是紧跟时代发展宣扬国家文化的，这次是有共同富裕篇，并且冬季的节目一般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区别于正片的是，常驻 MC 不一定会全部到齐，但是今年的第一轮录制是原班人马，这还是很惊喜的。但是第二轮录制可能部分嘉宾就不会参与了，年底大家的工作分配上会有不同的规划。目前有消息称，周深因为档期冲突暂时无法。没有周深的新综可看了，你们期待吗？一起和跑男们相约特别季吧。带着浪漫。